赵丽颖、王一博吻戏花絮超甜，同框养眼十足，男方手停留位置惹争议。开播以来话题不断，两位顶流主演赵丽颖和王一博的热度更是此起彼伏。近日网上不断曝光两人拍摄现场的花絮，其中一段吻戏花絮却引发了争议。王一博与赵丽颖站在落英缤纷的树下甜蜜拥吻，整幅画面浪漫而唯美，养眼又梦幻。然而王一博双手停留的位置引起不少网友的不满，被指借机揩油。